欢迎观赏台塑企业网顶文物馆。即马伫咧五楼多邦发展展示区，当你徛咧第一个展示桌仔头前，会用看到展示球馆顶挂着王一庆先生的妈妈王佳明女士为台塑海运头一只化学船启用的相片，阁有两支露水典礼所使用的波头。台塑企业迈向国际化了后，货运量非常大，为着要降低运输费用。所以成立台塑海运公司，并且委托日本造船厂生产30000吨级的化学船。接下来，车徛在后一个电视桌仔头前，为着要配合乐庆计划内的石化原料产品，搁有发电用的煤炭进出口的需要，所以组成一个有规模的船队。头前这只是30000吨级的原油船模型，船身长330公尺。负责为中东到未了的原油运输作业。了解海上运输了后，才继续往头前行。你会看到电视墙馆顶有放几排的货车模型，上馆顶是台塑上早的运输工具牛车。了后，面对大量的货物运输需要，1954年的时阵成立台塑汽车货运，打造各种功能的货车。专门负责工厂和客户之间的货品运输工作。一开始，台塑汽车货运仅仅要10台12吨级的卡车而已。到现在，包括医疗用的低温高压轴车、运送电子产品用的冷冻货车在内，车队的规模已经超过20000台了哦。在上下骹会用看到台塑和荷兰 DAF 公司合作生产的货车模型。这代表着台塑企业正式踏入去台湾重型货车的市场。车继续往头前行，你会看到驾驶边有一台真的货车头，你会用顺着楼梯走入去货车头，坐在驾驶座馆顶。其实开这么大台的货车是一件真不简单的代志哦。车继续往头前行，在你右手边会看到一个铁做的平台，会用看到。台塑企业目前积极发展的钢铁产业，自1997年开始，台塑企业启动越南合成钢铁厂的投资计划，并且在1906年的时阵正式投入生产，希望照着一贯华润钢铁的生产作业，含东协自由贸易区的关税优惠，为东南亚经济发展做出更加大的贡献。请继续往头前行。在你左手边的是台塑企业旗下3间生物科技事业的介绍，其中包含台塑生医科技公司、中间生物科技公司，阁有台塑环保科技公司。看卖啊，头前众多的产品是台塑生医科技公司、中间生物科技公司结合中间大学、明治科技大学的研究资源，阁有中间病院的临床试验。透过企业跨部门各有不同领域的合作方式，共同研发生产高科技、高品质、对人有帮助的产品。在驾驶边等外的所在，是王一庆先生为着要提倡资源回收分类、推动粪扫减量所成立的台塑环保科技公司，将喷顶的污染物转化做成有机肥料，在桃园杨梅开发农场。用有机肥料来种菜，并且甲其他的农友合作，提供家己做的有机肥料来种大米和稻米等的有机农产品，让消费者食了安全佮健康。车继续往头前行，左手边你会看到一台汽车，可能有人对这台汽车佮有一挂印象，伊就是进前成立的台塑汽车公司所生产的。即马台塑企业独立投入咧电动车的产业。研发生产电视墙馆顶所看到的氧化锂铁磷、电解液等等，锂铁电池关键的零组件。头前这台汽车已经改装变成电动车，车坐在头前体验的驾驶座馆顶，打开迈油门就会用发动啊哦。后一个电视区主要是要介绍风力发电，车徛伫咧加速气轮箱的头前，加速气轮箱是风力发电重要的机械零件。主要的功用是把风力在风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动力传给发电机，让发电机会用得到应该要有的转速。现在车灯看看加速气轮箱，若有出现青灯的话，代表发电成功哦。最后车站在脚踏车的头前，这台脚踏车非常的轻，
因为它是用碳素纤维做成的。还会记得吗？三楼所介绍的吊钩也是用碳素纤维所做的哦。不然强度比钢较强，重量比阿鲁米更较轻哦。本楼顶介绍结束，欢迎点选其他楼顶继续参观。